关注好吧，没有点赞的我们把那个赞赞点一下好吧。今天我们是到了那个田园这里啊，我们今天跟田园去商量一下怎么搬家的事情好吧，就是我们商量一下搬家的事情，就是今天我们搬田园去收拾一下，然后呢我也开了车过来好不好，我们去帮忙去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房子，把东西搬过去。哥姐们，就昨天看我们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我们来一定要留在直播间里面好不好，因为我们昨天也是看了房子了，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，能搬走的搬走，这个房子可能就是我还会去推了好不好。哥姐们，没有关注的一定要点关注啊，哥姐们，我们把那个赞赞点一下。我们看看甜甜在哪里，甜甜，哎，甜甜啊，不是，你在干嘛呢？我那个啥，准备收拾东西呀。啊，你准备好没有啊？哦，还没收拾好呢，刚才开始收拾，刚吃了饭。啊，你刚吃了饭？哦，你吃饭没？啊，我吃过了。那么赶紧收拾一下，搬过去了吧。哦，好，你看一下，这不知道带哪些东西，太多了，每个地方东西都很多，都不知道到底要带哪些东西。啊，这东西还挺多的呀。对呀，所以不知道要带哪些，衣服也很多，就不知道带哪些衣服。哎，就那些有的衣服就不要带了吧。啊，但都好浪费啊，就不知道带哪些东西。你说要不要给哥姐们帮我选一下，要带哪些东西？就有些东西就不要了吧，你看像这些东西能穿的带上，就是不能穿就不带了吧，是不是啊哥姐们？是的话哥姐们打个是好吧。我觉得像这种，你看像这种电饭煲这些可以带着，对不对？电饭煲这些要用的，是不是啊哥姐们？电饭煲要带。对，你看像这些电器啊可以带着，其他的我觉得清理一下，有不要的我们就把它不要了好不好，就把它给当废品卖了行不行？那先去卧室看一下。来，欢迎新啊哥姐们，没有点关注我们把关注点了吧，我们把那个赞赞我们点一下好吧。哥姐们，那卧室看带哪些，这些带吗？就把这些电器啊值钱的带着好了。那这些外公喝的就是给他带着吧。那这个柜子呢？这个柜子啊，哥姐们，这种柜子要吗？哥姐们，这个柜子还要吗？我感觉这柜子还挺好的。哥姐们，这个柜子还要吗？哥姐们，啊，我觉得柜子还挺好的。这个柜子带不带啊？这个柜子这个可以放一点东西，我觉得带着吧。问一下哥姐，带不带？哥姐们，这个要带吗？哥姐们。如果要带的话，打个扣个一，好吧，哥姐们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个姐妹要带的。这个柜子是个很老的这种柜子啊，就是放点衣服呀，对吧？可以去放点衣服啊，或者说放点别的东西啊，都可以的，哥姐们。这个要不要？这个呢？啊，你说这个柜子啊？这个柜子带着吧。这个柜子好重啊。要不就是这样，甜甜，你把这些东西，要不就是像这种柜子大件的，因为我们是就是短租嘛，不会住太长，要不把这对着这些放在外面，就我们让他那个推房的时候，我们清理一个房间出来，把这些东西丢，先丢，暂时丢在这里。那会不会坏掉啊？嗯，不会的。哦，那这些桌子的。这些桌子的话就放在那边，因为那边什么都有啊，也不缺呀。是不是啊哥姐们？那这个凳子这些呢？凳子这些就不用带了呀，就放在这里就好了。桌子呢？桌子都放在那边，什么都有啊，不然后面又搬过来不很麻烦吗？哦，那没啥要带的嘞。那你有时候就是把这种冰箱呀，像那种电视呀，对不对？这些先带着，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会后面万一有人拿走了，什么不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像床呀，像这些，我觉得就先放在这里。我们到时候先放一个地方，我们先放起来，不就好了吗？哦、嗯，那就。我今天过来找你，就是让你去收拾这些你跟外公的，就是衣服呀、生活用品啊，然后一些把这些东西先带过去，哦、对不对？那选一下衣服吧，因为感觉好像都没啥要带的。如果这些都没拿的话，被子这些，对，就到时候被子啊这些都带过去嘛。嗯嗯嗯，行，那就过去选衣服吧。
对啊，被子这些带着嘛。如果对啊，这被子带着嘛，反正就是也要用的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其他的这些画呀，这些什么的。这些就是到时你弄个盒子，你给它打包好吗？打包好啊，就比如说先打包好吗？那这种生活用品就拿上。对啊，这个到时这些都带着嘛，是不是啊，哥姐们？是的话，哥姐们扣个一，好吧，哥姐们，是的话，哥姐们扣个一。你看，把这些东西都带着就行了。嗯，哥姐们，你们觉得要不要带啊？因为我不知道带些啥，感觉通过小杰哥这么一说，感觉好像啥都不用带了，就拿两件衣服就可以走了。对啊，那边什么都有，也不缺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都有了，也不缺。那就拎个包就走了吧，感觉也不需要带啥。你就把衣服带着，跟外公的衣服收拾好，对不对？收拾好几件衣服，然后那边呢什么也有啊，然后你把现在你们用的那个，比如说电饭煲啊，像那种冰箱啊，你们都带着，都带着好不好？嗯，感觉没啥东西。一会儿我刚刚打电话叫了几个人，我叫他来帮忙，就是我们现在这里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他们过来了，我们就直接搬走，搬上车。因为在外面车进不来，所以说会比较费劲儿，比较麻烦。那不就拿一穿衣服吧去。对，我们。你哥姐们看一下，来，欢迎新年哥姐们，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点赞的，我们哥姐们把那个赞点一下吧，哥姐们，我们把那赞点一下，我们一人点十下，好吧，哥姐们。我们就把衣服带一下吧。嗯，行。然后你把你跟外公的呀，你的衣服啊就带着就好了。哦。啊，你我忘记拿袋子，你们有包有袋子吗？有啊。有啊。嗯嗯嗯。买的有昨天。那给哥几个选一下，看哪些衣服行，带哪些？因为都不知道带哪些，这件行不行？啊，这件哥姐们可以吗？都带上，还冬天穿的也有，这个是夏天穿的，粉色的这个。啊，这个哥姐们要带吗？要带的哥姐们扣一啊，要不带的扣二，哥姐们啊。这个还可以吧？这个粉色的。我这怎么还有布灵布灵的这个？这不挺好看吗？布灵布灵的。这个是你舅妈给你的吧？啊，这个是我表姐的以前的衣服。啊，你表姐以前的。嗯。不是，这哥姐们，这个还要带吗？哥姐们，我觉得不用带了吧，哥姐们，是不是？是的话，哥姐们扣一，好吧，哥姐们，是的话，哥姐们扣一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带了吧。啊，这不好看吗？我觉得你干活可以，但是你穿的话可能不太好看了。不好看啊？对啊。我还天天穿呢，上次我同学结婚我还穿的是这件，那这个呢？第二件，嗯，这个可以带着穿一下，这个可以。哥姐们觉得这件行不行？来，哥姐们觉得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哥姐们扣个一啊，哥姐们，哥姐们觉得这件 OK 的，我们扣个一，好吧，哥姐们。对，就对，哥姐帮选一下，这件扣一，喜欢这件的可以扣二，看一下带哪件，哪件好看一点。来，不可以啊啊，不都也不可以啊，这两件都不可以吗，哥姐们？这件。觉得这件 OK 的话扣一，这个粉色的还挺好看，还看哥姐们看一下，它上面还有这个小转转的，还挺好看的呢。不，哥姐们都说不可以啊。这件扣一，这件呢？这件扣二。他说，哥姐们说绿色的扣一好看。绿色也好看一点。啊。两件都不可以啊？不是吧？这两件都不可以啊？怎么就？没衣服穿了，哥姐们。这件行不行？哥姐们说不行。这件呢，不好玩了。这件可以吗，哥姐们？这件可以吗？哥姐们，这件可以吗？可以的话扣一，不可以扣二，好吧，哥姐们。来，我看一下这哥姐们的眼光好不好，就帮我们看一下，因为太多东西了。对，这件可行不行？也不行啊。这件也不行啊。也不可以啊。这件不行，那我哥姐们说也不行啊。那我还有，等我一下，这个。来，欢迎新年哥姐们啊！这件更不成事的，这件太土了，真的，哇，真的好土啊，对不对？
来，欢迎新疆哥姐们，没有点关注的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，没有点赞的哥姐们把那个赞赞点一下好不好，我们再点点赞赞突破一下。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要搬嘛，把这个把这些东西都收拾一下，那这些好像都是外公的，一会儿让他收拾一下，我们收拾一下一会儿就搬走了哥姐们。因为搬到新房子，这里房子要可能要重建了，我要修一下，这里的房子我要修一下了，对不对哥姐们，可能说这里房子要重新修一下了。来哥姐们，我们今天因为这东西太多了哥姐们，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先留在这里，是不是哥姐们？是的话哥姐们扣个一好吧哥姐们，因为很多东西可以留在这里，我当时就是这里拆的话，我就是这里前面临时搭个东西出来，搭个帐篷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搭在那里，把这些东西就可以先放在那里，等这里打好地基了啊什么弄好了，我们可以把东西先搬进去了，就不用再搬过去搬过来这么麻烦了，对不对哥姐们？觉得小杰说的对的扣个一好吧哥姐们。如果现在一下搬过去东西太多了太麻烦了，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啊，就可以先拿包打包起来，对不对？能先现穿的先留着啊，这件哥姐们。